大家好，我是巧手女工编织坊的店主。我们今天来教大家学习这一款，就是单色单螺纹口的这个棉鞋的编织方法。这款跟我们家之前那个零基础的棉鞋是差不多，但这个鞋口我们做过处理了，这样穿的时候脚后跟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弧度，这样织出来上起来穿着会比较跟脚。这款鞋子，然后这款鞋子我们所要用到的材料是我们家的这个密度比较高的这款紫红色绒布的面子，是那种大红色，然后里部是紫红色绒布的这款海绵。鞋底是我们家的这个恒逸的橡胶的防滑鞋底，它这个底部的话是那种就是有点像轮胎的这种会比较防滑一点的这种的橡胶鞋底。我们所要用到的针是我们家的这个三燕牌的11号支针，这个针跟外面的那个就是平常的那种11号针好像要稍微粗一点，这种国标的，如果是国标的这种11号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粗细，11号。然后所要用到的线是我们家的这款娇兰的毛线，你们回去买回去的线在编织的时候把这个线要绕成两股，然后我们织的时候都是织成双股，不是单股啊。两股的意思就是两根线，两根这种中粗线一起织的，这样织起来鞋面会比较快。好，我们这边现在来教大家织这一款啊，这个是我已经织好的一只这个鞋面。我们先教大家起针，我们织这一款鞋子要用到四根针啊，因为后跟先织的时候，先起针织到这边的时候都是用两根针，只要在圈织鞋口的时候需要用到四根针。我们先拿两根针出来，然后我们用这个浅玫红色号，娇兰色号224浅玫红的这款来教大家编织。首先把这个线放长一点，差不多这个长度，我们现在织的是40码的啊，就是平常穿37或者是38的，脚不是特别胖，37、38的40码的都可以穿。把这个线放长一点，然后我们把这个放长的线，然后两个线架到这个右手的大拇指跟这个第二根指头上面，然后一起，然后再拿着一根针把线架到针上面，这样线架到针上面，然后这样绕起来卡一下，这样这个状态啊，我们这边较慢一点，然后从这个地方第一针啊，从这个地方，然后再从这里从这个洞里绕出来，刚刚针上架的一针，然后再加上这个加的这一针就是两针了，再来一遍，这样啊，手是这样放，针是这样，手拿起来从这一个针的这个上面挑过来，挑进去，然后把这一个线从这个洞里再拉出来。大家如果有其他的那种起针的方法也是可以的啊，我只是比较习惯用这种手指的绕针的起针方法，你们要有自己的方法也是可以的。这样绕线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我们数一下啊，我们是这一款教大家织的这一个款式是教的40码的，然后起针是起19针，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1819，然后其他的码数要起多少针，大家到时候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巧手女工编织坊，然后去参照针数表上面的那个针数，然后来起针。大家，我刚刚一开始说了，就是起针的方法不一定非要按照我这个，如果觉得我这个比较难，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起针方法，然后来起针就可以了。觉得我这个会的话，也可以按照我这个。40码的起19针，然后我们现在来织，拿着另外一根针来织，织平针啊，全都是平针。第一针就是起针之后，起好针之后，这个不算啊，不算一个来回。然后我们直接拿着针在上面先织一圈平针过去。织这个起好针第一针织的时候，这个第一针是要织的啊，到时候再返回来再织的时候就是不需要织了。然后具体的后面我会跟大家说。
我们在录视频的时候，每一个款式都只录一个码数，但是其他码数的织法都跟这个是差不多的，一样的织法，只是起针不同，然后还有丢针呀什么的不太同。这是最简单的平针啊，如果说平针都不会织的话，所以我就建议，如果是特别新的新手的话，如果你说你连平针都不会，就建议你先去百度上搜索一下平针的基础织法，然后学会了然后再来织鞋子。好，这个大家看好啊，我们第一行织过去了，起好针之后第一行织过来，然后再反面织回来的时候，这个第一针是斜口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啊，你看我们起针是这样起的，起过来之后然后先织一行回来，然后再织这个反面的时候，就从这个反面开始织的时候，这个第一针记得一定要先把针放到下面，针放到这个线的下面，然后把这一针挑下来，然后把这个线再绕下来，因为这个斜口的这个边上要弄成小辫子的形式，到时候我们这个挑这个斜口，就是这个斜口的时候挑这个边边的时候好挑。全都是平针织过去，这个单色的还是很简单的啊，从头到尾基本上都是平针，除了斜口那个单螺纹的地方需要织平针跟上下针，但斜背跟斜后跟都是织的平针。好，我们第一个来回织完了，一个来回是两行的意思，你看我刚刚起好针之后织过去是一行，然后再返回来的时候又织了一行，这个就是一个来回，一个来回之后织好之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一个梗子，这个梗子就是一个来回。好，我们继续织，再织第二个来回的第一行，先把这一针，现在开始织的时候，这个第一针挑下来不织，这一针不要拉得特别紧啊，就稍稍带一下就好了，要不然到时候上鞋的时候不好上，就拉不太开。第一针挑下来，然后后面继续织平针。好，第二个来回的第一行织过去织好了，然后再反面来，反面来的第一针还是一样啊，针放到线下面，然后再把这一针挑下来，挑下来之后，然后再绕线绕下来，这边就会有一个辫子，到时候挑针的时候，挑斜口的时候就好挑，一个辫子里挑一针。好，这个来回织完已经两个来回了，好多人就是我们之前织的时候，有好多客户会问，就是起针的这一个来回，就是起针的这个最下面的这个算不算？这个是不算的啊。起好针之后，然后你开始织了，就开始要算了。你看，这是一个来回，两个来回，这个最下面的这个是不算的，这个是到时候跟另外一边要缝合的地方。好，我们继续，第一针，正面的第一针，正面的第一针挑下来不织，不要拉很紧，稍微带一下。后面的这个斜后跟的这个地方，你如果想稍微织紧一点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第一针一定不要拉很紧。如果有的客户他手法比较紧的话，因为我们这个针数表的话，它只是起到一个参考的作用。如果你手法比较紧，你就可以按照小一码或者少起一针，后跟少织一个来回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根据自己个人调整，不是说针数表上面我用弄那么多针数就一定就是完完全全正确，因为我这个是根据我自己个人的织法。就是会织的比较正，就是松紧度可能会就是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手法来织的，因为之前有我们家有客户就是说，哎，我为什么按照你这个针数表织出来斜会有点小，或者是有点偏大，这就是个人手法不同，而且有的客户的话，他不是用的我们家这个针呀或者是线，然后织出来的话也可能会就是不太一样。好，三个来回织好了，一二三，继续织，第一针挑下来。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后面织的就会比较快啊，就不可能像一开始那样子织的那么慢，因为我们这个鞋子整个视频录下来要录的时间蛮长的，就是把整个鞋面要教完，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第一针挑下来啊，要一定要记得绕一下，不要织它，这个是反面的。所以我们在录视频的时候基本都是剪重要的部分，后面重复的部分我们就不在视频里面讲解了，织法都是一样。好，第四个来回织完，我数一下啊，一二三四，四个来回织完。我们这个教的是40码的，平常穿37或者是38码的，如果穿38码脚不是很胖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穿的。然后就是40码的这个，我们总共是要织26个来回，起19针织26个来回，然后我们再要织好这个后跟之后，然后我们就要织这个教大家织这个侧面，然后下面的这个剩余的部分啊，大家就按照我前面教的这个方法一样，把它织到26个来回，就数这个杠杠，一二三四，继续往上面数。这边后跟26个来回已经织好了，就这边鞋后跟织好了，就这个地方织好了。然后我们现在来织这个鞋子这边的这个侧面，这个边边上的啊，这个侧面加这一块，这个侧面。好，我们首先丢4针，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地方4针丢掉，还是啊，第一针挑下来不织。4针丢掉，一二三四，就是织到这边的时候，这个4针不要织，放在这边，然后我们把这个反过来，弄到反面来，把这个线放到后面去，这个4针还是在这一根针上，然后我们现在往回织，从这个用这根针往回织，这个第一针啊，就是往回织的这个第一针挑下来一定不要织，挑下来就好了，然后全部往回织，就是第一次丢4针，后面就再往回织，全部织回去，第一针不要织。好，织好了之后，然后我们继续啊，第一次4针丢完了，后面到这个中间就是一针一针的丢，一针一针的丢，一直丢到最后剩下6针，还是第一针挑下来，不要拉很紧。好，织到这边，第一次是4针，现在再丢1针，4针放在这，这一针也放在这，不要织它，然后再往到反面来，反面来，这个线放到后面，这个挑就往回织的时候，这个第一针还是不要织的，每次从反面往回织的时候，这个第一针都要挑下来，不要织它，后面的就正常织平针就好。好，织好了，正面再继续，第一针挑下来不织。好，织到这边再丢1针，刚刚是丢4针，1针再丢1针，这个地方啊，丢掉，然后才从反面织回来。第一针挑下来不织，后面正常织平针。就到正面，继续第一针挑下来。好，这针再丢掉，再丢1针。所以中间的部分都是一针一针的丢，第一针挑下来不织。好，一直到正面，后面再继续
一针一针的丢啊。好，直到这里再丢一针，中间都是一针一针的丢，再到反面来，第一针挑下不支。到正面继续第一针挑下来不支，好，再丢一针，再到反面，第一针挑下来不支。再丢掉一针，这个丢下就是到反面织回去的时候，这个第一针不要织啊，挑下来。第一针挑下不织，我们这个丢到最后剩下六针就可以了啊，正好2 4 2 4 6，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边再丢掉一针的话，这边就是六针。2 4 6针到反面来，好，第一针挑下来不织，拉紧一点，那我们这个丢针的过程就已经完成了啊。大家我们看回顾一下，这边一开始丢的是四针，丢完了往回织，中间都是一针一针的丢，丢完了之后，最后这边剩下六针，其他的码数头丢就是这个地方丢几针，中间都是一针一针的丢啊，尾部留几针，这个在我们的编织说明上面都有，到时候去参考我们的针数表就行了。后面的织法就是要加针了啊，后面我们会演示给大家看怎么加针。我现在来加针，我们这个颜色是浅玫红的啊，在视频里面录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反差，就是看着像大红色，其实它是金丝的色号24的浅玫红。好，第一针挑下来，先把这个最后剩的这个六针织过来，织过来之后现在要加针了啊，就是如果像其他的码数的话，有的会丢最后剩五针或者是七针的情况都是一样，你先把这个是丢六剩六针，六针织过来，有的是五针就五针织过来，有的是七针织过来，这样啊，先织六针过来，然后加针怎么加，在这个上面看一下，在最后一针的这个上面有一个这个小梗的这种，然后你把这个小梗挑起来之后就是一针，然后再把它织过来，直接织平针，这样就是加了一针，后面中间的这个就是丢的这个针数，一针一针的这个丢的地方，每一针上面都要加一针。好，这边加了一针之后，再把这一针织过来之后，然后后面继续加刚刚同样的方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小根上面，然后把它挑下来，挑开了之后，然后挑到这根针上，然后把它直接用这根针来把它再织一针平针，这又加了一针。每一个梗上面都要加啊，这个针再织过来，再加针，这针挑下来，加针，织过来，加一针，织过来，在这个上面把它挑起来，然后加一针，织下来，这边再挑起来，加一针，织过来，加一针，就从这个上面啊，这个地方挑下来，这样挑下来，然后加一针，挑下来，加一针，就中间丢针的这个地方，除了这个六针织过来的这个地方加一针，后面的每个丢针的那个一针一针的上面都要加一针。再加一针，后面剩的这个四针就不需要再加了啊，这个后面剩的或者是三针，有的是丢三针，有的是丢四针的情况，后面会有就是在针数表上面有说明啊，是这个地方是丢几针每个码数的，然后这边剩下的这个四针就全部织过来，不需要再加了啊，
所以这个加针的部分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好，我们加针完成了，加针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来织这个斜背，就这个地方，斜背的这个地方，有这个斜织好了，这个部位啊，就这边。我们这个40码的话，我们织的时候可以织12个来回，也可以织13个来回啊。好，还是这样，反面的这个第一针挑下来，绕下去，你看这边全都是这种辫子，这是斜口的地方，辫子挑针的时候到时候好挑。织回去，全部织平针。好，织好了，第一个来回，大家看一下啊。大家在挑针的时候，这个地方一定稍微拉紧一点啊。你看我这边刚刚有点松，然后会有动一点，但这个没事。到时候上起来的时候，这个边边上，你看这边也会有，但上起来的时候基本上就看不出来了啊。但在这个挑针的地方都是这个状态，都是这样子的，不要织的时候有什么疑问啊，因为挑针都是这样子的。好，我们下面就正常织啊，织就不需要加也不需要剪了，就直接这样织了，把这个斜背。一直织13个来回，我这边织13个啊。好，第二个来回的第一行织好了，我们再织反面。反面把它第一针挑下来，先绕回去，绕成辫子的形式。好，这个来回织好了，已经织了两个来回了，还是数这个梗，一个来回，两个来回，大家按照我这个方法啊，把这个斜背织完。加针的地方刚刚已经前面详细讲解了啊，大家在织的时候如果不太懂，就返回去把它重新再从头到尾一针，就是，我在讲解的时候讲解的比较详细的这个地方就多看几遍，其实还是蛮简单的啊。按照我这个方法把这个斜背织完，是13个来回，40码的。